差不多10点钟报案，下午的人呢也抓着了。就视频里面你看得到的，晚上2:36嘛，36那个人钻进去了嘛，大概4分钟左右我就惊醒了嘛，惊醒然后那个人就跑了嘛。早上7点钟之后我就找到酒店前台嘛，跟他报告这个事，就在监控里面后来调出来，我到了9点多钟，他们酒店找一直在找那个人，没找到嘛里面，后来就报警了。昨天12号，昨天早上。早上派出所的又跟我通知说，那个人有艾滋病，希望我去检查嘛。趁他人赎这个赎罪威胁他人，这个事情构成这个威胁罪，刑法第237条强制威胁他人的，包括女的包括男的，他这个是在公共场所里进行，那性质恶劣。像这种艾滋病它的传播只有3种方式嘛，血液传播、母婴传播跟性传播，但它这个仅仅只是一个猥亵的话，就是还达不到，对，如果他不放心的话是这样子预防嘛，但是也不必过于的紧张。